哥啊，你怎么撞到你的裤子里面去了？拍一拍。好了吗？你不要再玩一下下。好，你不要再玩一下下，那你自己穿袜子，要拍干净哦。你会自己穿吗？你怎么都会呀？是谁教你的？还要知道那个防滑要用在下面哈、哦，这个臭脚丫，哈哈，太紧了，要怎么办？再穿袜子。对。一坐在上面会比较好穿，坐上面那一个，这样就好了。很厉害。哇塞，还在穿这个 Spider-Man， 真的很厉害呀你。嗯。我是玩的。